刚才，李瑶做的这是武士太极的十三刀，武士太极泰拳的这个十三刀的要求啊，这么要注意这么几点，第一，要沉稳、浑厚、连贯，把这个气融入到刀里面，刀随身走。身随步跟，让刀人合一，这就是这个争取达到的武士太极十三刀的一个标准。武士太极拳特别注重身法，刚才咱们通过刀上面也能看到，它的刀也是要求。特别是要求这个身法上，一看就知道是练的是武士太极十三刀，这点也很重要，比如说这一跺脚，阵脚提刀，做好这个往前一上，后脚跟一蹬，把前跟步，把这个猛劲儿，把这个沉稳劲儿，发力一定要猛。但是脚下一定要生根，这个是以后李阳练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。